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已经知道日月国中全校各班的学生人数均相同，且全校的班级人数为各班人数的两倍多吧。为了因应少子化的影响，各班人数必须要减少六人。若此班有学生2880人，则该校应增设几班才能够容纳原来的2880的学生。我们在设这个题目的这个程式的时候，我之前有教各位啊，维氏比德格贝，这个维的这个地方写等号，德格贝是乘号。我们要设谁呢？设各班学生人数是 x， 这个地方设 x。好，我们设各班学生人数等于 x 人。好，那么全校的班级数。维氏比德格贝啊，维是等于全校的班级数为x 的两倍，多是加，所以是 2x 加8。那么现在学校的总学生人数是2880人，班级数乘以每班人数会是2880人。意思是说x 乘以 2x 加8。会等于2880，2x 平方加上 8x 等于2880。把2提出来，或者是我觉得还是写慢一点给你们看，这样子你们比较不会出问题。如果说是我的话，就会直接消，这里消1440。意思是说 x 平方加上 4x 会等于1440。好，我再把它拿上来，因为我们要配完全平方，我们要怎么样去给它一个什么东西，它会变成一个完全平方，会变成一个平方和和平方或者是差平方，要给它什么呢？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说要变成和平方或差平方，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二，两倍的前项再乘以后项？那么这个后项会是多少呢？就看二乘以多少会等于四啊。那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二，所以我们要再加上一个后项平方，左边加二平方，右边也要加二的平方。x 加二的刮弧平方。会等于1442。1444，对不起，应该是1444。1444呢，它是38的平方，所以 x 加2就会等于38。x 呢？正负38，当然负的不合嘛，所以我们就取正的 x 等于38减2就会等于36。好，意思是说学生的人数会等于36，那么全班的人数呢是2乘以36加8，这里是72，这里会是80个班，80班，意思是这样。他说应该增设几班才能够容纳原来的2880的学生，各班人数少六，各班人数少六，各班人数是36个人，36个人少六等于30个人，30个人再乘以班级数会等于2880人。那么班级数呢要等于多少？会等于96。原来是它是增设，要96班才够，那原来是80班，那么我们要增设几班？要增设16班。好，我们的 answer 就16班。
好 ，OK， 我觉得这一题好像有点难度。那么大家有没有感觉，前面这两题的重点都还在于说，你要加什么东西，它可以配成和平方或差平方。那么刚开始你会觉得不够熟，多做几题你就会很熟，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大单元，它就有一个单元是配方法，好，就是不难啦。它是花了一整个单元来让大家练习这样子的配方法，所以很快大家就很熟了。